大家好，我是蔷薇。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陈梅。欢迎收看飞跃世界 Go。 陈梅姐姐，你啊跨年呢、啊、会去哪里倒数？我去101啊，在台湾的话一定是101吧，对不对？台北啊、我们，你呢？体力很好哦，你是可以挤进去看那边101很多人呢。可以啊，就是我们提早时间或者是什么嘛，对不对？因为当天一定很多人，搭捷运很方便。对、我有时候也是去101，但偶尔会去香港倒数。哇，你太享受了吧。因为我觉得人生苦短啊，我们要及时行乐、对不对？说的没错啦。所以呢，我决定今年我要去哪里，去惠安倒数，就是惠安在越南、越南的惠安耶、是一个古镇哦。对，古镇很有名、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哦。对、那里有很多艺术跟工艺品的商店。对、而且啊，在你知道吗，惠安，惠安就是越南它的一个地名，惠安就有很多那个灯笼，晚上啊、都会被点亮起来。哦，很浪漫，在那边如果度过那个跨年，我想哦，一定是很幸福，很浪漫。那你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出去惠安。好 ，OK， 那我们在等你规划的时候啊，那我们先上课好了，好啊，好不好？请看黑板内容咯。Tết tới này cùng nhau đi đón giao thừa nhé. Tết tới này cùng nhau đi đón giao thừa nhé.这个国历新年一起去跨年好不好？ đi đâu đón giao thừa， đi đâu đón giao thừa， 去哪里跨年？ đi Hội An đón giao thừa， đi Hội An đón giao thừa， 去惠安跨年。红quá trời luôn， hóng quá trời luôn， 迫不及待了。我也是迫不及待，赶快到跨年吧。对呀、好，我们先解释会话内容。第一句 ，Tết tới này， 这个国历新年，国历新年是 Tết tới này， 就是这个、这个国历新年 Tết tới này， cùng nhau đi đón giao thừa nhé， cùng nhau 是一起， đi 是去嘛。đón giao thừa 是跨年，或者是迎接除夕。后面有一个问号啊，问句，就是说好不好？对，就是、它是疑问句。对、好，第二句 ，đi đâu đón giao thừa？ đi đâu 是去哪里 ？đón giao thừa 是跨年，giao thừa giao thừa 这里是除夕。对，那么我们连在一起 ，đón giao thừa。就是跨年。đi Hội An， đi Hội An 是去惠安，惠安是越南中部一个地名。đón giao thừa 跨年。好，最后一句 hóng quá trời luôn 就是一个口语，迫不及待了。整句你要背起来，一个口语 hóng quá trời luôn 就是迫不及待了。hóng quá trời luôn， 好，现在我迫不及待的。选一些不是啦，选一些重点的单字来教给大家。好 ，OK， 第一个重点单字。好 ，Tết Tây， Tết Tây 是国历新年。那台湾人是习惯把国历新年称为跨年。好。第二个，共邀，共邀就是一起，我跟你一起，大家一起。好。好，再来，邀特，邀特。对，腰特是除夕。除夕就是可以讲国历的除夕，或者是那个农历的除夕都一样。好，再来是最后一个惠安，惠安，嘿，这是惠安，是越南一个地名，在越南的中部，嘿，一个小的城市。对，也是一个观光胜地。是，好，那我们先学到这里，第二单元再回来吧。欢迎回到第二单元，大家知道吗？我觉得跨年呢，最重要的就是倒数时刻，对不对？对，迫不及待，跟一群人一起去倒数哦，感觉好棒好棒、对啊，很热闹啊。好，那么我们倒数的越南叫什么呢？
倒数的越南话叫đếm ngược。đếm ngược。嗯， đếm 是数嘛，对， ngược 就是倒回来啊，倒过来。đếm ngược 是倒数。嗯，好，那么我们要不要一起倒数？好啊，好啊，我就迫不及待了，准备了，好，预备备，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 哇！祝年嘛 ，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 祝年嘛！哇，我倒数真的是好兴奋，好开心，好开心。像我们如果是在101啊，倒数完就可以马上看到灿烂的烟火秀，哎，对呀。那我们今天在摄影棚的烟火秀就释放这个，我好像没有喷出来，哎，姐姐。哦、有没关系，我有看到喷出来啊，哦、有啊，哦、你的喷到前面去了。哦，是哦，好好，OK， 好。那我们是不是烟火越南文有学过？哎，嘿，对，我们来帮大家复习哈、哦。烟火是pháo hoa，pháo hoa，嗯，啊，这个就是小烟火，小烟火，在pháo hoa。对，好，如果可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到那边人挤人啊、对，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去山上或者是去海边看日出，哎，对呀、啊，看第一道曙光嘛，哈，好，对，那我们看日出越南话叫怎么说呢？ngắm mặt trời mọc， ngắm mặt trời mọc， ngắm 就是欣赏。mặt trời 是太阳， mặt trời mọc 是日出。哇， ngắm mặt trời mọc 好浪漫哦。这种跨年的方式应该是跟刚交往的男女朋友一起去比较适合。我们来考大家好了。好，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教过大家阿里山跟阳明山这两个景点的单字。那现在我们来出一个题目给大家。好，那我们就请问是用中文，但是大家要用越南话来讲出来哈。去阿里山看日出，还有去阳明山看日出，哎，这两句话怎么说呢？哦，好，我再重复一下，去阿里山看日出，还有去阳明山看日出，这两句越南话怎么说？请 email 给我们哦。好，那我们精美的礼物等你们拿。对，精美的礼物我忘记了，记得写信来哦。非常的漂亮的礼物等着你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第三单元。我们第三单元帮大家复习今天的绘画内容。好， Tết đây này cùng nhau đi đón giao thừa nhé。这个国历新年一起去跨年好不好？好， đi đâu đón giao thừa， 去哪里跨年？ đi Hội An đón giao thừa， 去惠安跨年。红quá trời luôn， 迫不及待了。红瓜嘴噜，我也是迫不及待，赶快跨年。跨年，对，刚刚那个喷烟火的那个气氛真的是很开心。我们来跟大家倒数哈。好，记得我们今天有一个考题，等你们来信回答我们的题目，我们要不要重复题目？好啊，重复一次。题目是去阿里山看日出，还有去阳明山看日出，这两句的越南话怎么说呢？请你们的 email 哦，请你们 email 给我们。好， 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下课了。我是蔷薇，我是陈梅，谢谢收看，谢谢收看，拜拜。有任何问题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哦，拜拜，拜。